今天要跟文章去吃文章的32岁生日晚餐。32歳になります。文章生日快乐！生日快乐！生日快乐！其实我是预约了一个包厢，我没有告诉文章，希望文章会很开心。我是ヤグさん。おしゃれ。ルーちゃんが見せてくれたやつ、最初なんか個室じゃなかったの、個室だったんだ。そう、個室じゃない感じを見せたけど、実際個室予約した。いやらしいな。桌上放着我们今天的菜单，我其实是为了他的紫外咖喱的釜饭订这一家的，因为文章超爱吃紫外咖喱。今日のメニュー見たときに、紫外咖喱って書いてあって、めちゃめちゃテンション上がった。そう、俺がね、紫外咖喱。年末年始食べようと思ったけど、なんか売り切れで食べれなかったからね。ちょっと気にしてたの、ルーちゃん覚えてくれてたの。そう。優しいな。ああ。乾杯。文章の生日。ついに32歳になったね。うん。なんかいろいろ思い返すと、これまでいろんな人生だったなと。ね。32歳は子供が生まれる重要な年だね。そうだね。楽しみ。螃蟹釜饭要来喽，文章。螃蟹。螃蟹。螃蟹。螃。螃。嗯。螃蟹。嗯。什么意思？カニ。哦，今日はスペシャルデザート。あれかな。やめなさい。楽しみにしとこう。あれかな。パ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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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楽しみ。店员帮我们分成两碗。我们文章要来吃螃蟹饭了。嗯，美味しい。味も本当にめっちゃズワイガニの味する。哇，嬉しいね。文章生日快乐。32歳になりました。今年一年は餅の育児に努めます。頑張ってください。じゃあよ文章。蛋糕耶。ありがとうルーちゃん。嬉しい。好可爱哟。谢谢。生日快乐，宝贝。谢谢。やっぱりルーちゃん用意してくれてたんだね。もちろん。文章很讨厌，因为他一直讲说哇，好期待最后会有蛋糕哦，因为那个就是惊喜嘛。我就是跟他说没有啦，没有啦，结果我还是有准备。啊，所以啊，願いが3つ言わなきゃいけないんだな。そうだね。一つ目は、俺とルーちゃんその一年。怪我もなく、事故もなく、風邪もひかず、体第一で1年過ごしましょう。で、2つ目、餅の安産と、餅の健康、安全、家族みんなで幸せ。で、3つ目は、生日快乐、ダンダン。谢谢。嗨，大家早安。今天的行程呢，是我要来参加阿托科斯美还有露露顿的保养品活动。那有在看我的频道，大家应该对露露顿面膜不陌生吧？它在我的频道出场率真的非常的高，因为是我从来日本交换留学到现在都有在使用的面膜品牌，已经陪伴我至少10年了吧，比我跟文章在一起还要更久。因为我也是第一次来参加露露顿的活动，所以想说可以拍一个影片跟大家分享在日本的这种保养品活动是什么样的感觉。那因为面膜通常都是被当成急救性的保养品。可是露露顿的面膜呢，是可以当成日常保养的化妆水面膜，所以我几乎每天都会用，就真的还蛮期待参加活动的。那我现在来的地方呢，是阿托科斯美的总公司，在东京的六本木，六本木感觉就非常豪华。那要带大家去看一下活动会场。那我来活动遇到 Yobi 跟 Peach， 我上鹿奖的频道了，对，好不可思议哦！我也是不会紧张，谢谢。我看 Peach 那个介绍附带，大家可以看 Peach 的频道。那还有 Yobi 的呢？早安。对，这三个人同框很不可思议。
认识新朋友。今天呢，非常感谢大家百忙之中可以抽出时间到我们这个 at Cosme 和露露露一起举办的活动当中来。那我们今天呢，非常开心呢，请到了露露露的品牌的那个马内加明神先生。你好。你好。最初にルルルンのブランドっていうののコンセプトを紹介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す。実はご機嫌を作る、あとは自立しないのでパッと倒れてしまうっていうストレスがあったので、ちっちゃいのでこれだと合わないという方のために伸ばして使える素材にしてます。伸びる利点っていうのは、フェイスラインに合わせて他们有提供不同系列的面膜纸给我们看，大家可以看面膜纸有一点不一样，它整个呈现出来的感觉也不一样。我们来看一下。哦。平均で12ミリ入ってます。6倍入ってるので、10分15分つけてもシートが乾いちゃって顔の水分吸っちゃったりはしないです。安心して使います。他们这里有历代ルルルン的面膜。我从第一版折就开始用，让我想起以前在北海道的回忆耶。现在活动结束，来跟优比在这里三楼吃咖喱。咖喱耶！它这个很酷耶，是直接用平板点餐，然后就用旁边这个付钱。那优比这一次呢，还有给我小猫送马吉的衣服，谢谢小猫。虽然小猫今天不在，谢谢。因为小猫还有送我小朋友洗澡的东西，然后这个是防漏水的，然后这是小猫送的衣服，谢谢小猫。哇，一定要给马吉穿，好可爱哦、喔。还有一件，这个也是熊熊哎、欸，好可爱哦、喔，而且是全身的，真的很期待宝宝出生，让宝宝穿这么可爱的衣服。也谢谢优比特别带给我。等到小孩子出生之后，再带小孩跟你们玩。哇，我要期待哦！大家，我现在要去近视拿文当他配的眼镜。不知道我们在影片说过，就其实文当的近视非常非常的严重，他的近视我记得有到900度、1000度。从我刚跟他交往到现在，他都是同一副眼镜，所以其实已经有9年以上了。因为他的眼睛有恶化嘛，所以其实那个眼镜已经看得不太清楚了。大家看到平常我们出门拍影片，他都是戴隐形眼镜。就其实我们之前有再去配新的眼镜，因为文当的近视度数很深，所以他的镜片就很厚，都会超出那个镜框。然后文当就觉得不喜欢，他就懒得去配新的。那可是为什么现在要配呢？是因为我接下来要生小孩嘛，然后去住月子中心。然后我就跟文当说，难道你要在月子中心一直戴隐形眼镜吗？这样超浪费钱的。然后文当想想也是，干脆就趁这个机会去换新的眼镜好了。因为我今天刚好会经过文当配眼镜的地方，所以我想说去帮他拿一下眼镜。我们文当呢是在镜子配的，其实他本人应该要来啦，因为这样才可以帮他调整，但是因为他时间上真的比较困难，所以我就来帮他拿了。拿到眼镜的任务成功，等下回家给文当带来看。现在镜子有迪士尼100年周年的眼镜，我觉得超可爱的。大家看它整个眼镜的镜框，感觉非常的复古。眼镜盒也是银色的，上面还有写迪士尼100周年。我觉得这系列超可爱的，之前还有神奇宝贝的，我也觉得很可爱。大家，现在我已经卸完妆了。那因为我今天有去卢卢顿的发表会嘛，卢卢顿呢有送我们每个参加的人礼物给大家看一下。他们送我们一人2盒面膜，第一盒是 Hydra EX Mask， 第二款是 Hydra V Mask。EX 款呢主要是强调透明感还有弹力的面膜 ，V 款呢主要是毛孔保护款，它里面有含7种维他命，还有7种药草。如果你的肌肤比较敏感，想好好保护自己的肌肤的话，推荐可以敷这个 V 的。那如果你是想要皮肤很透明感、很弹又亮的话呢，推荐可以用这个 EX 款。说到这个礼物，真的超开心的，因为我几乎每天都会用露露顿，已经变成习惯了，消耗量真的很大。应该可以当成化妆水敷嘛，所以我早晚都会敷，就像日常的保养一样。因为我现在在我们家的浴室，我们家浴室也一定会放一盒拿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家现在浴室用的是这一款 Nurun 的 Precious， 这一盒其实已经快用完了，给大家看，只剩下这样一点点而已。
泡澡的时候，我跟文章都会敷一下，不浪费任何一秒变美的时间。其实我在日本还蛮常参加活动的，但是很少会把活动的内容拍成影片。虽然用了露露顿很久，可是这次也是我第一次参加他们的活动，然后第一次听到这么仔细的说明。因为我用很久了嘛，我一直觉得自己已经算很了解这个品牌了，没想到完全不够。今天露露顿的负责人就有说，他们不光是成分，还是面膜纸，甚至是这个包装，他们其实都有做设计，让面膜的效果更好、更精化，然后也让大家更方便每天使用。像他们就有说，现在这个盒子呢，其实比之前的盒子款式还要再扁一点点，因为扁一点的话，大家更容易抽。我就来敷个透明感给大家看。其实我很不想把这个拆掉，因为我觉得这个好漂亮哦，吸满了满满的美容液。然后呢，跟大家说，我在听他们今天说明的时候，我觉得他们有很多地方是真的很用心。露露顿的面膜纸呢，其实比一般的面膜还要做的再小一点点，就是为了让大家的肌肤可以尽量的碰触到面膜。那我自己觉得他们还蛮特别的是，大家看他们旁边这边是可以拉开的，然后就可以这样的往上贴合。那他们这个呢，就是有小颜效果。那这个也是为了配合每个人的脸型不同，然后每个人可以自己这样调整做设计。那我自己觉得也蛮特别的是，大家看这面膜纸虽然很薄，可是它这面膜纸是三层结构的，每一层都吸满满满的化妆水，把水直接锁在那里面，让化妆水可以更大量的渗透到角质层里面。好，那现在过去十分钟了，我把面膜拿下来给大家看。大家看皮肤超亮的，真的吸满了水分。他们的面膜呢，每天都可以敷，就像化妆水保养一样，超亮。然后这样子敷完之后呢，再轻轻用手这样子按摩，把那个精华液都好好的吸收到角质层肌肤里面去，超亮的哎、欸！这就是非常非常轻松的懒人保养。露露顿这个品牌呢，在各大药妆店跟唐吉诃德都有贩售，还会推出各地区限定的包装和口味，非常适合拿来当伴手礼。我之前在影片讲过，文当以前去很多地方出差的时候，他都会买当地的露露顿回来给我。它的单价也不高，大家都蛮好入手的。大家如果来日本的话，也可以顺便买几盒带回去哦。大家现在要跟猫见面，猫超感人的，他说想要在我生小孩之前呢，想要再见我一次，所以我们就临时约了。那我们现在是在品川站，那因为我会比妈我找到，所以我先去找一家咖啡厅、餐厅之类的。出门前可以看到妈我真的超开心哦，超级开心的。我上次见到露露姐跟我混，你真的太忙了，没有时间好好这样坐下来聊天。对，因为我怀孕的关系，我也没办法参加二次会，所以就是没有机会。我的婚礼够感动哦，那个婚礼真的好感动。之后妈我会上片，大家去看一下。宝宝跟你的，谢谢你，怎么那么好？你要拍吗？要。其实猫对我超好的，因为猫还送我就是擦肚皮的妊娠液。那有好用吗？很好用，猫我推荐那个超好用。你没用完再给我。好，我之后还会要用。我打开喽。嗯，小孩子有时候他会很想哭啊什么，就给他这个有声音他就会喜欢。我要哭，我就把我心哭了。真的，他就是围的都，而且就是有一些当过妈的朋友听说这种围都是你有几条都不够用。谢谢，那我觉得好想哭，真的热泪盈眶哎。谢谢，跟妈姐姐说谢谢。这就是给他的生日礼物吧。谢谢你。好感动，我超级期待露想的宝宝出生，然后可以马上用到这些东西，一定会用到，而且我一定会把它拍起来传给妈我看，宝宝会喜欢，宝宝一定会爱死，他刚才已经在动了。动，好开心，耶，生日礼物，对，哇，好开心。好，大家，那我现在已经回家了。那刚才呢，送完猫之后，我就去面包店买了两个面包给大家看，感觉超好吃的。可能买了一个甜甜圈，然后另外买了一个卡士达面包，感觉很好吃，想说可以当明天的早餐。然后也要跟大家说，刚才回家的时候呢，收到一个冷冻包裹，开箱给大家看。噔噔，是 Yobi 送给我的礼物，谢谢 Yobi。是 Soup Stock Tokyo 的冷冻包，它这个呢其实是一个汤的专卖店，有卖汤还有咖喱。 Yobi 真的好贴心哦，还偷偷买这个给我，谢谢 Yobi。 他应该是想说我在家里吃东西如果比较不方便的话，可以这样热一热直接吃。
Yobi 送我这一箱呢，里面有这么多种种类的汤，有汤还有咖喱。像这一款是加了生姜的和风日式汤，还有北海道产的南瓜汤，然后这一款是虾子法式咖喱。哦天哪，超感动的！因为我前几天跟 Yobi 见面，我有跟他说最近好想吃咖喱哦，所以我们那天有一次咖喱嘛，结果 Yobi 就默默的订了这个，超级感人。谢谢 Yobi， 因为呢，真的肚子变大之后，要煮东西或者要出门买东西都非常非常的麻烦，整个孕期其实真的很受到身边朋友大家的帮助，真的很感谢大家。我也不知不觉快要生了啦，这十个月其实真的过得很快。我也是工作到前几天为止，对于肚子里的宝宝，妈妈能工作真的就是要尽量把握每个机会，当然是在衡量身体状况的情况啊。大家看到这个影片的时候，宝宝应该已经出生了，那我到时候也会是一个新手妈妈的状态再来看这支影片，不知道到时候是什么感觉。也谢谢大家一直在这个频道陪伴我。文当，你要当爸爸了耶！是的哦，文当爸爸，日妈妈。好，那谢谢大家看见这支影片，我们就下次见喽。那之后也请大家继续关照我们一家三口，拜拜。就是讲，谢谢你呢。ね、拜拜。拜拜。君と終わらない歌を歌おう、たとえ夜が明けようとしても、お祭り